我们今天总共有四款大人款要来跟大家介绍，对，巧柔豆豆毯的大人款，还有暖肤豆豆毯大人款跟顶级棉柔毯的大人款，还有暖肤豆豆毯的双人款。没错，有四种款式，这次一次到齐供大家选择。对，那第一个我们先从最薄的来讲，一年四季都可以。没错，我们俗称的四季毯呢，就是我们的巧柔豆豆毯大人。如果你是住在比较中南部的地方，或是你本身就怕热的话，巧豆毯四季都非常的适合。对对，那巧豆豆毯呢，就是一面就豆豆面嘛，这个大家已经知道。然后正面的话就是花布面，大家就可以挑选新款。好，这款大人款的巧豆毯有个特点要跟大家讲。什么特点？就是呢，因为其实一般我们在官网上面买小朋友的巧豆豆毯的时候，里面是完全没有布面的。哦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大人款里面呢是有放很薄很薄很薄的一层棉在里面。对，所以怕热的或者是南部的豆们就可以参考巧柔豆豆毯。对，没错。然后就是盖起来，你会觉得说，好像就一条扁扁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微微的扎实感，让你抱起来更舒适。所以它折起来还是会有一点点蓬。对，然后它不会很厚重。它不会，它就是最轻薄。暖肤的话，它里面因为呢有加棉的关系，所以它的整个蓬度会比较蓬一点点。但是呢，巧柔的话，因为它的棉非常非常的薄，所以看起来其实基本上是两层布合起来了，里面没有蓬。会很明显看出来这个就比较厚。对，巧豆毯厉害是它不会闷热，对，因为它透气度超级高，真的，因为一面是纯棉的，然后毛料这面是短毛的毛料，所以它其实不会闷热的，对，所以就是大家睡觉的时候，你体温是可以自然散发，没错。如果今天呢，你是寒流来要赶，冬天来北部比较冷，像现在这个，对，或是你住的地方本身就是寒冷的话，来你就需要一件暖的。没错，对，因为它里面有就是3公分的棉，对，大家可以看，这就是我们的 velvet 里面，就是它的内层的这一面，它是纤维的材质，所以说如果你触觉特别敏感的话，你一定要选择 velvet 软软款。它其实盖上去会很像上面没有被盖到的感觉，对，有一种就是似有若无，但是东西包覆的感觉，对，非常的舒适，所以我们才叫它顶级款。哦，因为它其实除了触觉顶级之外，它本身在用料上，还有一些就是外观上也都是顶级的设计。大家如果细看的话，会看到 velvet 它的缝线，对，是皇冠的造型，没错。看的话，它的颗粒是有点轻暗的颗粒，所以你睡觉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好睡。对，如果你本来喜欢那种触觉安抚，就是一粒颗粒，想要有疗愈感，或是你要跟宝宝一起睡，对，你就选择豆豆，因为豆豆真的是疗愈100分，因为你知道摸真的是触觉的享受，然后跟它是毛料，所以它本身在保暖度比较好。那如果你非常需要享受触觉上的顶级舒适，睡觉要睡得好，那你就是柔柔那边首选，真的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。好，尺寸都是140×220，对，140×220就是我们的柔柔，然后跟巧柔还有暖肤。不过豆豆毯呢本身一样一模一样的厚度，但是呢我们有出双人款，双人款更大件，上面的红一样，然后它是尺寸再加大，对，它是210×220公分。这其实正常的话，我们两个这样盖其实都还蛮，对，就是这边是可以包覆起来。我刚看底下留言，有妈妈说小孩可以塞进去，其实也可以，对，完全可以，对。所以非常单人，单人的话宽度是这样，140公分。总结一下我们的四个毯的差别，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怕热，或者是你想要四季都可以盖的话，你就可以带巧柔豆豆毯的大人款。那如果你是比较怕冷的，就是或者是你想要更柔软舒适度更好的话，就是带暖肤。那如果是想夫妻一起盖，或者是想跟小朋友一起盖的话，就带双人毯。对，那如果是想送你啊，我就送你非常适合，或者是你自己想要最顶级的那种享受，或者是你有失眠的困扰，就可以带棉柔毯。对。